在中国买的最接近的热干面，这是热干面啊，但是它是已经做好了，你看那个做料都是好了的。对，它这个热干面呢没什么意思，没自己做的差没。是我的强项，我做的这个面很多人都吃赞的，都点赞的，但是呢要依赖国内买那种湿的碱面，江西到处都有，全中国到处都有那种碱面，它有两道水，第一道水就是把它下水下锅熬一下，然后拿起来就抖把它抖干，用那个倒点油里面让它整个面凉透，然后再烧第二道水，面第二道下锅，要把各种佐料，什么佐料呢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，你闻一下，芝麻酱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对，在外面买的不正宗，特别香。然后还有个什么关键的东西呢？这个腊萝卜。哦，你等一下吃了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重要。老抽。腊萝卜。